我们正在帮助你们的溥仪皇帝成立全国总商会，还希望上海这边能够动起来，不知道陆先生能不能带个头。你们成立什么商会？不，不是我们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是溥仪皇帝。滕侯爷挑的头，他已经去新京见溥仪皇帝了，商会之举势在必行。滕侯爷回来了？他现在应该在前往新京的路上。今天是个私人场合，咱们就不谈正事了。来，商业先生，您尝尝这道菜。好。怎么，少爷先生，菜不合口？不，非常好吃。这是佛跳墙，是最考验厨子手艺的一道菜。你干什么呢？陆先生，那日本人看着怎么眼熟呢？上野先生是行家呀，一看就是个吃主。哎呀，这么好吃的菜，很想请教一下厨师，他的绝妙在哪里？好说好说。哈总提调，麻烦您请谢大厨来一下。好，您稍后。各位老爷好。一般呢。这位是上野先生。上野先生好。你们家是哪里的？河北保定的。那离北京很近呢。你这手宫廷菜是在哪里学的？家传的。那你怎么来上海的？我媳妇儿跟人跑了，我听说啊，人就在上海呢。我就来找找。找到了没有？还没呢。谢先生啊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你来上海的原因，有时间很想跟你请教一下做佛跳墙的诀窍，我还希望接下来能吃到一道开水白菜。辛苦你了。开水白菜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我说你作死呢，跟日本人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。你们两个去打壶水去。好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会撒谎吗？谁知道上来问我那么多问题？我是怕出事儿，我才少说的。你觉不觉得那日本人有点眼熟啊？好像是有点眼熟。怎么？厨艺大赛，在岛田身边站着的那是不是？哟，那怎么办啊？崴了，崴泥了，上海咱待不住了。马先生，那个日本人已经看出来了，上海你们待不成了，你们赶紧撤。看看，那我们撤哪儿啊？去广州。这几年呢，我一直待在广州。到了那儿，你们有落脚的地儿。我们正盘算上香港呢。香港？啊，那也行。但是如果你们改变了主意去广州的话，下了车直接去中山路的松宁旧书店找曹阳。对了，哈太太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。你铁定了心要去香港是吗？你铁定了心要去广州啊？我哪儿也不想去。哪儿也不去，在这等死啊？往南走啊，离家太远了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
爷，您要跟娄小月去香港是吧？爷，您看看这信里边怎么写。您看完了就知道少奶奶有多么担心，您却想着跟娄小月去私奔。少奶奶对您多不放心，让娄小月寄来一封信不算，这让马俊杰又寄来一封信，您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顾，跟娄小月去私奔，您就忍心把少奶奶给这么撇下了？啊，我就是当年不忍心，这才娶了佟丽华，到如今祸害了她不算，我这心里一肚子苦水，谁没落着好？你说图什么？我现在就是想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，我这辈子得为自己活一回。您这辈子不是为自己活着的吗？这么多年啊，家里边闹的这些鸡飞狗跳的事儿，哪一件不是你给惹出来的？哪件事儿它不是我忍下来的？我忍来忍去到现在，我不是还是忍着活着呢吗？啊，你一直忍着我们是吧？啊，我们这一家子半辈子了，为您这么辛辛苦苦操劳着，到了了都是我们的不是了。我心领了，我心领了，但是你们给的那不是我想要的，不是。好，好，我们都不是你想要的，少奶奶不是啊，翠儿不是。我欠一半也不是，你儿子是不是？来，我给你读读这信上你儿子是怎么写的。爸，对不起，我想你。行行行，别说。好了，从今以后，你想上哪儿上哪儿去，我不拦着你，你爱怎么走怎么走，我告诉你。我卸一半哪儿也不去，我就想回家，我就想我老婆和孩子。你呀，你这良心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吃了。狗，狗，我连畜生都不如。人活着不能光想着自己。感谢各位今儿个前来捧场，德月楼今儿个重新开张，以后生意还仰仗大家多多光顾啊！好，哎，各位，今儿德月楼重新开张，所有菜品优惠，来来来，您里边请，您里边请，你们请，来来来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您里边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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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奶奶，谢谢您还叫我回来。我等到头发都白了。里边请。这以后里里外外的还全都得仰仗你忙活呢。哎呦，您就请好吧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紫花卷请，里面请，请。行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。小山。辛苦，没事。快着吧，外边都快舔盘子了。等着，着什么急？你们俩磨蹭什么？别着急啊，慢慢坐。让你们慢也没让你们绣花。这做菜就像绣花一样，给我好好绣。
韩管事，外面有人找。好良好先生吧。是，干嘛？娄小月被警察局给扣了，他说叫你去保他出来。怎么了？扣他干嘛？那我不知道，走一趟吧。你等着。哎，等着，着什么急？我跟你一起去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带我们去警察局吗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月呢？绑上。哎，不是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们干什么呀？干嘛？不是，带我来。干嘛呀？走。干嘛呀？走。对不住了，二位，这是汪局长的命令。你们一会儿啊，要是做了死鬼，报仇去找汪局长。王四海是吧？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。你们在上海这事儿啊，已经嚷得满北京都知道了。他也是没办法，你们不死，他就得死。请吧，二位。我不，干嘛呀？我不想死啊！我也不想你死，但这没辙呀，这是命令，我得执行命令。这样啊，一会儿啊，要是有人来救你们，你们就活；没人救你们，你们就死，是死是活，听天由命。我呢，仁至义尽。走，往水中间走。我不行。别脸的，无缘无仇的，干什么这是？快点啊，开枪了啊！哎，别，一半，我走，我害怕。走。一半。一半，我不想死啊。小白脸，谢厨子。哎，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你俩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叫姑奶奶我吗？女侠饶命！把她捆上，扔河里。有人救就活，没人救就死。是死是活，看她造化了。我不会水。多谢水头领救命。你们两个笨蛋。六金这趟来是杀我的。王四海，上海我待不下去了。小玉，咱一块走吧。这么多年了，正是时候，就咱俩。啊？去哪儿？香港，你不是让我跟谢一半去香港吗？他不想去，咱俩走。有空咱再把孩子接过来，行吗？怎么把孩子接过来？都赖我，这么多年都赖我。
夏月，咱不能再错了，一块儿走，一块儿走，行吗？咱们这么走，对得起他们吗？咱谁对不起啊？咱们对得起他们所有人，咱谁都不借。小月，秘书，大清国，汉王府，这么多事儿，这些年压得我喘不过劲儿来，我背不动了，我背不动了。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使劲踢他，啊！喂，哎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你怎么还能打电话呢？你，不是你应该在回来的火车上吗？陆先生多留我们一天。他说多留就多，他说多留就多留啊！你赶紧回来吧，这家里边都乱了套了。这个，行了吧你？我这才离开几天啊，就乱了套了，还有脸说呢？佳佳呢？我要跟佳佳说话。佳佳被人打了，受伤了。谁呀？让谁给欺负了？你那宝贝儿子打的，照脑袋，把瓢给开了，脑袋缝了七八针了，哗哗流血，脑浆都快出来了。你说严重不严重？我要跟佳佳说话。跟你妈妈说话，让她赶紧回来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哥哥说你是骗子。妈很快就回去了。有多快？很快。佳佳听话啊。这两个数对不上啊！是，你重新算一下。对。韩金平呢？上学了。那汪四海这两天也没露面？没见着。丽华，你说这韩金平是哈兰他亲生的吗？你有没有正经事儿？没有事儿别在这惹事儿。有啊，下个月初一阿玛就要回北京了。怎么那么突然啊？阿玛刚刚在新京参见完皇上，下个月初一赶回北京组织中日联合商会。是阿玛牵的头啊？那想必是吧。怎么老给日本人干事儿？看你说的，那你现在可也得叫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。行了，信儿我带到了啊，下个月初一你腾出空来，咱俩一起去接他老人家。马太太，哎，马先生，快请。好。您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见到哈兰他们了吗？怎么样？见到了，挺好的，都挺好的。好。那，您见到娄小月了吗？娄小月。哦，暖寿的时候看见她了，挺好的。她有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回来？这还不知道。不过明后天应该差不多了吧。好。那哈兰没有给我带回来信吗？哦，您不说我都忘了。我回来的匆忙，他没来得及回信，不过让我带回来点东西。两盒玻璃弹球给京平和一南的。我下了车就过来了。
在那寿宴上听到点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好消息是童侯爷要回来了。这个我知道，我哥告诉我了。那还有什么坏消息吗？坏消息是他在我们暗杀名单上排第一位。是为了筹备大商会的事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就不能通过外交，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件事情吗？嘘，谈判啊，太太，现在哪有权利谈判？现在面临的是战争，不是过家家，明白吗？暗杀是最肮脏的事情，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。阿太太，刺杀岛田的时候你也参加过，这不是暗杀吗？啊，这不肮脏吗？那不一样。阿太太，我知道你一时转不过弯来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。我们这么多年帮了你这么多，你却要杀我的父亲。好，咱们冷静一下。我说过，我们希望你做德月楼的总经理，为的就是把日本人的特务点撕开一个口子。可你迟迟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。民族兴亡，国家大事，匹夫有责呀，哈太太。我没有你那雄心壮志，我能做的仅仅是保护好我的家人。可您别忘了，您的丈夫还流亡在外，是谁害的他？日本人在东三省杀了多少无辜的百姓，他们凭什么过好日子？凭什么？可这跟我阿们有关系吗？阿太太，我再说最后一句，这是要求，也是警告，不要泄露我们的计划，因为我一直信任您，你要是不听，这对你阿妈没有一点好处。喂，太太，您在啊？有事儿吗？啊，没事儿。我就问问。老太太，是我。啊，没事儿。对，我就问问。哎，啊，你刚才见到我们家太太出去了吗？没有啊。
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哎呀，进来呀！进去坐，那边。走啊，走，来，进来。哎呀，坐下。太太呢？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喝一杯。宫奶奶啊，我现在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我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？什么酒这么涩？哎，去哪儿啊？我找太太去啊！别找了，赶不上了。什么意思？哎，陪我喝一杯，我就告诉你。来，喝一杯。我不喝。哎。你就打算像这样没头苍蝇的找吗？他们可没在大街上瞎晃悠。坐下吧，来，喝一杯。来，喝一杯，你就告诉我。喝一杯就告诉你。来，干一干。说吧，我盼这天，盼了这么多年，今天终于来了。我这心里头怎么这么别扭呢？我也是，咱高兴不起来呢。到了香港啊，我就去找个活儿，自食其力。你放心，我给你按王府的规矩，一点都不带差的，风风光光把你娶进门。你要是喜欢摩登的，就按他们那个洋婚礼。半个羊的，没钱。咱还没信儿，不知道水姑娘那边怎么样了。
喝一杯。姑奶奶，我谢谢您昨天饶了我一命，但是如果您不告诉我娄小月去了哪儿，我还得死。哟，这么大气儿！我就不明白了，哈兰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你非要这样帮他们？大家都忙着升官发财，还有人傻的要私奔，这么珍贵的勇气，说什么我也得送他一程，你说是吧？哟，想起来了，你是个老光棍儿，不懂这些。姑奶奶，奶奶，女侠，大侠，你告诉我，娄小月到底去哪儿了？船开了，人走了。走了？嗯。什么船？开去哪儿了？哟，大爷的，还真有枪啊！你最好别拿枪指着我，我可听说用枪杀人会不得好死的。我再问你一遍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就真开枪了。哎呀，算了，我带你去吧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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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谁呀？服务生。得手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接过，拉着，接过，还接过，哎，拉着，干什么？太太，您不认识我吧？我叫图巴，哈兰认识。我是汪四海派来杀哈兰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那应该。你说，我要是真想杀你，还用得着跟你到火车站吗？那你要干嘛？是这么回事。汪四海那个王八蛋让我杀你。我要杀了你，这日后啊，这黑锅还要我自己背。所以啊，我不杀你，我放你走。快上车了啊！快上车了，八爷，我真没想到您是这么好一人，我给您……哎，等，您也别急着感谢我。我放了你倒是行，但是北京城这个地儿，
您可不能再回了，您再回来就是要我的命了。啊！哎呀，我这一辈子干了不少坏事，我也有儿有女，我想图个好报。太太，您甭紧张，我这次来的这个任务就是杀海兰，跟您没关系，您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我回去保准不说。啊，对了，还得给您赔个不是，金平少爷是我带下火车的，让您受了惊吓，对不住了。在北京城要是再遇见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快上车了啊，开车了。不怕，没事儿，没事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去？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他交代一下就回来。哎，你跟他有什么可说的？我交代两句就回来，等我。哎，快点啊！哎，车要开了。啊，头班。太太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哎，没什么，我不去香港了。车要开了，抓紧上车，抓紧上车。车要开了，小玉，上车，抓紧上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上来吧，车快开了。太太。哈兰叫你啊。我知道。小月，他要下车找你了，太太。我知道，你别看他。小月，车快开了，车快开了。要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结婚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，海兰？
谢神厨，谢神厨，啊，过来。我有话跟你说，走。他们走了，这钱是海兰留给你的。他让我跟你说早点撤，还有，给你赔个不是。爱上了埋怨，今生何意？